真的很逗。哎、欸，白痴、啊！逮到你了，兄弟！那真的是坏了，我看我自己的也是雪花没错，雪花哈。没有哎、欸，然后那个厂商跟我说，这个冷气可以退税。他说买这个冷气是，他说买这冷气什么可以退一些什么节能冷气的税，好像一台可以退个一两千块。啊，我家总共可能四五台，他说可以退一万。啊，我真的好烦，你知道我真的好烦，我真的不是，我真的对那大哥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后来知道他鼻炎，我也是有点同情他，虽然鼻炎还是不会死啊，但就是毕竟动了手术嘛。也是有点辛苦的，我讲话讲不好也，我相信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我也不想遇到我想知道的事情，但他讲不清楚，我真的好痛苦。我的一万块，你就不要讲这个冷气，我不知道怎么用，怎么验收，我随便给他过就算了，验收随便给他过我就算了，但那个可以退一万块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退。那听起来就是冷媒管线的问题，冷气压缩是几对几？我不知道，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哎，我付钱，我付完钱啊，看一看，好不好？我付完钱看一看，啊，冷气没问题就放他走了。我完全不懂什么几对几，压不压，说不说的。那正常都这样吧，不，我都花钱了，你要负责帮我做好、啊，不然你凭什么出来卖？不然你凭什么出来做生意？对不对？我付了钱，你要把我服务到好啊！我哪需要去了解到什么？几对几关我屁事？不是吗？几对几关我屁事？那冷气装的会凉就好，有问题我他妈找你，就这样解决啊！如果没问题，我以后都推荐你。这世界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啊。干他妈叫我冷气装一个半。调23度，三更半夜吹到流汗，然后要睡觉，那台主卧冷气啊，像法拉利引擎一样一直拱拱拱拱拱。啊，我给你们看我开冷气的影片。哔哔，你们听到它有微微的声音，但这时候是没有风的哦。它是有哔哔，但没有风哦。30，听到吗？他大概30秒才跟他要按完30秒才开始运作，然后他运作到一半就是这种声音。哎，我怎么没声音？有了，刚刚声音包成背景了。他这开到一半就是这个声音。从这个洞里发出来的，哎，40万不是小钱呢、欸，啊，帮我12万，妈，随便装那装那个那什么、啊、室内的那种冷气就好了啊。啊，你是要杀了梅姐？为什么你还在睡？欸、靠北，为什么滑过头？那你娘只会尾刀、哦？哎、欸，为什么刚滑过头？我不是点他脸了吗？上分九是容易，兄弟，九是那么容易。让他偷吃龙哦，好啊，来啊，你偷吃龙啊，你就看你的狼跟狼会不会被我偷吃啊？哎，算你走运，到底凭什么啊？这感应这么菜，你到底凭什么白嫖我的龙？就跟那个冷气一样，他妈你这么菜，到底凭什么收我40万？啊！我真的，我现在。两个手肘的中间，手肘的这个窝都是汗水，都黏住了。然后我跟你讲，我最堵然的是什么？最堵然是我他妈我家还没有热水，我没有办法洗澡。你有没有看我前几天的直播吗？我穿的衣服都同一件，不是我没钱买衣服，是真的我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然后这边就算是夏天哦，我想说夏天至少那个水是温的，没有。我们这大楼全部都是水管的水，都他妈超级冰，都冰到靠杯。那个水一洒下来，老二马上缩到剩下3公分。然后
脑部的神经直接崩成一条很直的直线，崩到快要中风。说我就热到流汗，然后又没热水洗澡，我真的是，我要杀你，我受不了，我生气了，杀了，处理一下。嗯，咬不到了，哭啊！走，我睡。兄弟，叫啥？啊，打我！干爹面，我会顶你，你不要来，我会顶你，我真的会顶你，我真的会把你顶起来，杀他，杀他，杀他，杀，杀他！他想扫眼，按到儿子，可悲，儿子没喽。你不是想阻止我吧，兄弟？你想阻止我啊？对，好，他按治疗，治疗没了，这么逗，那我只能说你要倒霉了，我只能说你要倒大霉了，兄弟。哎、欸，哇，哇，有一手哎、欸，哇，你有一手啊，兄弟。挖进来，挖过来自杀，挖过来自杀，挖过来自杀。没事耶。嗯，嘿嘿，好吃，好吃，还敢看呢、啊？哈哈，操你妈！真的有人会烧桶热水来洗澡？结束，结束。啊，嗯，谢谢你啊，借我坐这个顺风车。好开头啦，大多是阴影。嗯、Love 跟 Hero 开头的，有95%都是英国的，这是真的哦，英国研究的哦，不是我说的哦，这英文，哎，你怎么打起来了？你这么热闹，兄弟。嗯，拉打，回头吐你一发。骗。为什么雷克萨带征服者？出发的时候一刀打完。嗯，确实，感觉要赶一下，现在应该是刀锋之法比较强。但我习惯了，我没有多想，打中拍直接选，因为现在改成12层了，确实比较难盯。我刚刚讲，刚一套打完还没满，我一套打完还要再补第二发 Q， 那个征服者才会满，其实没什么效率啊。这样讲，我感觉家人被辱入。哭啊，西沙小啦，我走掉，我。你确定？左招，拉扯，再见，呼呼，鬼子拉扯，顶起来，傻逼，我挖走喽，拜拜。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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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无情的玩弄，哎，当你们以为我必死的时候，我却如鱼得水，挖来挖去，挖到你心发寒，再蹲一下。他极有可能来守这个，你看，你看，他靠过来了，他想防守。啊！哎，逼出一个治疗，很赚，很赚。为什么啊？没道理啊！没中，这在干嘛？在干嘛？哈哈哈哈哈！自杀机，自杀机 ，AD 真的不用死哎、欸，站在这后面看呢、欸，我操，哦，捆绑 play。捆绑对，我就在这看着你 ，AD， 我就站在最角落，我不相信你都不输出，终有一天你会忘记我的存在的，就像这个时候结束了。啊！看他是一个低能儿，你们知道吗？他那个闪现真的很逗。哎，白痴！逮到你了，兄弟，还敢残血在那飘啊？气温是27度，感受一下这里。嗯，这里我感觉25度。下一次我以后这样，妈排队的时候都来这边凉快一下，我再走回去。我操，不错哎、欸！这冷气厂商用心良苦，他知道我的工作是直播，长时间坐在电脑面前，坐久了对身体不好，强迫我走到后面的放风区，
去乘个凉，再走回来，活动一下筋骨，对身体好。Nice， 兄弟，我还有大人头吗？有，我大人头1000块，我的人头。藏我，兄弟，哦，哎，兄弟，哎，哎呦，走，看了，哎，没了，哎，没了，哎。哎喂哎哎哎顶起来哎小惨不过来哦哦哦女王之路寻找废物裂开干嘛扎扎实实的把 AD 给干了那玩游戏是有一说一啊刚刚那个发 Q 补啊尾刀的行为在我们眼里并不算真正的击杀了他所以我们马上再补一个扎扎实实的击杀粉碎大飞哥，我要接近你一步啦！大飞哥今天是不是高速下分啊？他是不是电梯向下？到底是我会先碰到他，还是他先碰到我呢 ？OK， 4:30了。当时光匆匆流去过。